先介绍一下你的作品。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落水山庄，像房子下面有一个瀑布流过。哇，有个瀑布流过房子的底下。对，然后呢，这边是楼梯，楼梯走上去以后，这边会有个指纹辨识器。啊，指纹辨识器如果辨识成功之后呢？辨识成功以后呢，它这边就会打开。哦，打开之后。打开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溜滑梯。溜滑梯溜到哪里呀？溜到客厅里。哦，溜到客厅哦，我照一下客厅。边。OK。然后呢，客厅有一片很大的落地窗。哇，一大片的落地窗，可以看到瀑布。对呀。景观很好。对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？然后呢，这边是通往卧室的小，有一个通道，对，可以通往卧室。好，我们来照一下卧室。卧室在这边。好。